首歌曲叫做《My Go Go》，这首歌呢是再一次的跟张震岳一起合作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听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其实蛮符合现代的女性，就是对于爱情不对了就走了，就不要再很多废话，就My Go Go。这一次的 MV 内容就是不能输，姐姐就是要赢，弹吉他、跳舞、喝酒都来了。是灌别人酒，很喜欢这一次的风格，又辣又酷又性感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很符合现在的女生，就是强悍又可以温柔，但是还是可以做自己。我觉得最辛苦的是什么吗？最辛苦你就是要保持那一种气势，就是你要一直不断的运气，比你唱歌还要累。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维持那个身段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。你刚刚是不是想回家了？这一次的舞风呢，虽然只有短短的8个8拍，然后阿丹老师也一直不断的调我的一些细节，然后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有一种结合了肌耐力的训练，所以我们刚刚在跳的时候，很多老师都跟我一起，就是很喘、很辛苦，但很辣、很帅。过了期的爱情太沉重，想宿醉之后该死的头痛。过了期的最后的尊严，男人没有起床但需要我时机，女人很嫌弃胜利就来开场面，干了笑了哭了骂了醉了累了乱了。好，你好。其实这张专辑叫做阿姨怎么了。刚刚其实今天在中间我就一直在想，我有没有这么性感的造型过？好像没有哎，就在这一次的专辑里面，就是在我妈妈面前没有露过这么多，就只有小时候有露过这么多，长大我没有露过这么多。但是我每一次只要定妆的时候，我都会传照片给我妈妈，我妈妈就一直跟我说，对，这样就对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造型真的是比之前性感度200%。很美，我很喜欢，谢谢造型团队，谢谢我们的企划。